各位球迷、会长、两队的各位教练、选手们，大家好！谢谢你们今天对生命的爱护与……不太会讲话，不好意思。生命一直以来受到各位的照顾，还有各位媒体先进们的照顾。我在这里今非常的用感激的心，谢谢你们生命一路的成长，因为都有你们的陪伴，所以我觉得生命今天虽然是在我心里叫完美落地，但是他的精神我想还是会在。那他的11月30日的第一届徐生明杯少棒赛也将在今年成立第一次的少棒比赛，我会延续他的梦，也请各位选手还有教练们、球团们能多多支持。在这里，我先谢谢你们，谢谢。